这一位啊，可以说是活到老服务到老的范例了。他是屏东渔民83岁的黄老先生，每一天呢都是义务来清理路面、捡拾垃圾哦。3年来，他还天天到公厕来帮忙清洁。只要他发现没卫生纸了，他就会自掏腰包买卫生纸来补充，给人方便嘛。他平均呢一个月要花1000多块来买卫生纸。那么他的善行让附近的民众都非常感动。推着推车，83岁的黄老先生沿路只要看到垃圾就捡，就连小水沟也不放过。可别以为他是清洁队员，这只是他日行一善的项目之一。你卫生纸要放去哪里？要拿去哪里？拿去骗手。给炊事厂的呀。这么一大叠的卫生纸全堆在老先生家里，每个月他自掏腰包花1000多元，却把卫生纸都拿到公厕里，让人免费使用。一车走一边一包，男的走啊，3间。一包不止补充卫生纸，老先生还会义务清理公厕，3年来如一日。他每天都拿卫生纸了，让你很方便。对，比较方便了哈，大家对呢。他有爱心呐，他不会像人家老人家。黄老先生是退伍老兵，每个月省吃俭用，买卫生纸的钱也从一个月2万元的退休俸里扣。没有富裕的经济，却有满满的善心，也让街坊邻居都十分感念他的善行。